公司其实多少有讲到耶稣和撒旦，多少会问到关于圣经的问题。为了离开威尼斯，我们又来到了修道院寻找寻宝图。以前超喜欢这个音乐光卡，解答是弹奏出小蜜蜂和小星星。我们在探险修道院的途中救了被囚禁的人们。杰西卡和贝斯送了家里迷宫地下室的钥匙给我，里面有珍贵的宝物。打修道院院长前的封印之剑旁有小台阶可以下去拿宝箱。打赢修道院院长，只要找出原声用普通攻击即可。取得藏宝图后，别忘了回到威尼斯住宅区的地下室。增加攻击力的萨登金环是在地下室可以拿到的法宝，圣环手套也不能错过，最后还有首饰银项链。杰西卡和贝斯家的迷宫真的比以往复杂的多，